图，让他来认出他们三个人分别是谁。好，开始，来。好。这个我也认识。我有印象，我有印象。你来吧。左边这个是王源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中间这个是王俊凯。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易烊千玺。有点厉害耶。这个图。让他来分辨出 TFBOYS 三个人难度大，对，难度难，难度大了，因为看不太清楚脸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来你们两个凑过来吧。好紧张，咚咚啊，对对对对，这张图还是他们三个人的，然后三个人呢都低头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给这两位男生看了，来，噔噔噔噔，对，我就是会啊，这个我看得出来，我看得出来，好，我看不出来了，你们保留答案，不要不要啊，一个人一个说。中间这个是王源，右边这个是王俊凯。不对吧？中间这个是王俊凯吧？中间这个是王源，王源左边是王源，中间是王俊凯，右边是易烊千玺。好的，接下来难度继续升级。这个图里他们三个人都戴了口罩，然后这是个很清楚的图，他们是可以放大的。你一下，对，让我认一下。OK， 好，他们是可以自己放大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图给两位了。来，叮，你们可以把，对吧？You what？ 这是你不认识的，相信我，那个是你不认识。这张图里有两个我不认识。没点难，这有点难，是不是你认识的？我现在觉得他是那个我不认识的。没有，他们太可笑了。应该是这个我认识，这个我认识，这是三，这是三，这肯定是三。他们看来认三最快，应该是四三二。不会吧？我再看一遍。四三二。左右两个我们在说，三四二，你还啊？对了对了对了，对吧？三四二，意见一致。我是先找那个王源，因为我认识王源。然后呢，剩下那个长得比较像王源是王俊凯，剩下那个我不认识的就是易烊千玺。你呢？你怎么想的？我就是凭我的认脸功能啊。